我怎么总觉得自己的不像老板呢？哎，什么像不像的？关键是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？我觉得自己是不是？其实，老板有各种各样的。现代中国的富豪，哪个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？全都是清一色的第一代，什么样的出身都有。就拿你见过的那贾老板像老板吗？像啊。 他可是出了名的抠门儿，抠门儿。有人曾亲眼看见啊，他把一块掉地上的肉捡起来给吃了，还以为周围没人看见呢。掉地上的肉，什么方便筷子、餐巾纸啊，通通打包带走。哎，这成了他的一种癖好。难道他就缺那点钱吗？真的假的？每次停车呀。 总让司机停在免费的停车地方，宁可自己多走两到三里路，哎，也不愿意多花那点停车费。我们私底下管他叫钱罐子，因为他口袋里的钱全是一个蹦子一个蹦子攒起来。还有薛老板，他是做马桶洁具生意的，他呀，每次都嚷嚷着要请客，结果呢？ 自个儿抢先把自个儿先灌醉了，等他买单的时候，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。哇，这个方法好。总而言之，各位老板都是各路神仙，不管怎么修炼，正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财富。这些牛头马面都具备当老板的潜质。还有一个人，你迟早要见到，他叫刘立鹏。 是捷安集团的董事长，是大铂金的竞争对手，也是赵董的死对头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花，花的声名狼藉。他是不分年龄、国籍、种族，啊，已婚、未婚、阶级、成分，也不管任何场，只要是个漂亮的女人，他都想一亲芳子。哎，这么个人啊！佳怡啊。 啊，你到我这儿来一下。进来。刘总。啊，佳怡啊，来来来来来。来，佳怡，坐坐坐。刘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哦，那个，我要的那个文件出来了吗？ 我今天上午不是给您送来了吗？是吗？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你看我这脑子。那没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佳怡啊，佳怡啊，你下班以后有时间吗？哦，我是说，我想请你吃饭。 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晚上已经有安排了。
有安排了，很重要吗？还推了他吧。已经和朋友约好了。要不改天我请你吃饭？以后再说吧。 起来，跟我走。啊！董事长出事了，快跟我走。怎么了？计划的事儿不能告诉江薇、浩哥。事情到底糟到什么程度？ 亏空多少？3亿全砸进去了，他资金链条会断吗？暂时还不会。 佳玉，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这不说好了要去度假吗？这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我本来就不主张他外出，他需要休息，绝对的休息，不能再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了。那怎么不送医院呢？传出去会对大伯颈有影响，才没有送医院。这位是刘大夫，老板的私人医生。 国内著名的胸外科专家，刘大夫，董事长的病情对外界一定要保密，这有关大伯金的生死。那当然，我会尊重病人的隐私，但是如果病情得不到控制，还是要送医院。好的，那我送您出去。这怎么弄的？这个不说的是度假吗？这怎么病成这样了？ 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哎呀，别说这些啊，天宇啊，你让哥做什么，我都会赴汤蹈火的啊。这个你身上要真是缺什么零件，咱俩一样，你在我身上摘啊，别着急啊。大伯金，是我8年的。 心血，好好，天宇啊，你放心啊，哥哥会替你守住这片江山的啊。赵天宇的情况核实了吗？核实了，赵天宇的确去了香港，和广告模特陆兰兰一起去的。真是。 又一朵鲜花，差点就分上了。据可靠消息，赵天宇和陆兰兰并没有住在一起。我关心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，赵天宇现在到香港去干什么？他一直在期货市场。哦，他是去搞钱去了。炒期货的风险很大呀，那这说明赵天宇的资金真的出了大问题了。刘总。 咱们还是别管别人了，咱们的资金才是真的出了大问题呢。如果3个月之内再不搞到新的投资，那块地就快保不住了。用不了3个月，那块地我很快就会出手。为什么？当初为了搞这块地，咱们付出多大心血呀？当初搞那块地是为了积蓄力量，对付赵天宇。现在，赵天宇的资金出现了问题，我复仇的机会来了。 郭行长吗？王润你好啊，是李行长吗？捷安集团刘立鹏，有件事儿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你们是不是大伯金的债权人呢？我这儿可有可靠消息啊！我听说这个赵天宇已经病入膏肓了，当然是真的，绝对错不了。如果赵天宇突然间翘了辫子，那你们这钱找谁要去啊？哎呀呀，您误会了，误会了。
当年我们在海南一起炒地产生意的时候，那我们还是合作伙伴呢。我怎么会在他背后捅刀子呢？我呀，是站在你们的立场上换位思考。哎，方总，银行信贷部人打电话过来，说展期的手续办不了了。什么原因？电话里没说，支支吾吾的。你去吧，我打个电话。哎，方总，方总，我今儿这开运动会啊。那个信托公司的人在会客室等着见董事长呢。信托公司？啊，有约吗？没有啊，人就在这等着呢。那他说什么事儿了吗？问了，他怎么问就是不说呀，就是要见董事长。方总，华商集团人又打电话过来，说合同的事情也得缓一缓。奇怪了，这些人都跟约好了似的。我估计啊，我看我是快失业了。为什么？捷安集团资金周转不灵。怎么会呢？刘立鹏手里有块地，代号叫 M5，他本来是要做那块地的，后来因为拆迁上出了些问题，时间拖得太长了，资金就出了问题。你说这种事是常有的吧？越是大规模的公司，资金上就越不能出问题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对不对？我听说你们老板到香港炒期货也赔得挺惨的。没有的事儿，我们集团资金安排得非常紧凑，董事长是个有名的融资高手。你呀，真是太崇拜你们董事长了。我看你对你们那个刘总也挺不错的。我对付他的招数啊，还是跟你学的呢，敬而远之。哎，我都换了那么多家公司了，这些当老板的都是一个样，开始几天啊还装得一本正经的，你稍微对他热情一点，他就控制不住了。那这个刘总没有骚扰你吧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我估计也快了。你会喜欢他吗？不会。其实他这人也不坏，还是单身，应该算是钻石王老五了吧。只可惜啊，心胸太狭窄了，一心只想着报复。报复谁呀？具体对象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发现你对我们老板好像有点意思嘛，对他的事情很感兴趣嘛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嗯，也是啊，你身边守着个最好的男人，怎么会喜欢别人呢？这又扯谁身上了？还能有谁啊？当然是赵天宇了。我跟你说无数遍了，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。如果他没有老婆，你还会这么说吗？别再说这无聊的话题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不如就让我给赵天宇当秘书吧。啊，我实在是太崇拜他了，他是我的白马皇帝。佳怡，我可提醒你，不管多出色的男人，只要他在婚姻状态中，你就千万不可以跟他发生任何感情纠葛，否则到头来受伤害的一定是你自己。你这句话也是提醒你自己的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，想来看看你。
你怎么不回家呀？不想回家。这次我有点害怕。人不管你多有雄心，都有抱负，要是这一口气上不来，什么都没有用。你说的对，我后悔没有听你的话，透支的太厉害了。姜薇，你还记得我们认识几年了吗？到今天正好三年。你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？三年前的今天，是你亲自面试的我。我也记得。你还记得你面试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你说，我听说你们公司搞英雄崇拜，喊口号，我是绝对不会来这一套。你不会到现在还记仇吧？会。那个时候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你亲自面试的我。而且那个时候你那么年轻，我还以为你只是个人事部的经理呢。你知道吗？我经常会想，如果我们不是同事，而是偶然相遇的路人，会怎么样？也许我该庆幸有你这样能干的工作人员，可有时候我却总想，也许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幸。我看你好点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走了。好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最有魅力。M5 地块确实是住宅用地，面积30.5亩，但不能盖写字楼或酒店，拆迁费花了近1亿，准确的说是9873万，还有一些扫尾工程需要再投入1500万左右。由于地块没有完全拆除干净，捷安集团以土地抵押贷款的尝试已经失败。他们花掉的那将近1亿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年息28%的代价从一家信托公司那儿套来的。目前这笔贷款的利息已累积高达2000万。哪家信托公司？是上海的一家。给我去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，我明天就走。刘大夫再三叮嘱，让你好好养病啊。对我来说，工作才是最好的良药。哟，陆兰兰的车，叔，来找你呢。什么找我的？
找你二叔的。嗨，你跟二叔不一回事吗？什么一回事？我要真当是一回事的话，那不是骗人家吗？哎，这怎么能是骗他呢？啊，是他自己认错人了，这不能怪咱们。哎，再说了，那替身的事儿是公司的最高机密，那不能外露的。哟，下来了。哎，换发型了。哎呀，没以前漂亮了。懂个屁，这才叫美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你为什么突然扔下我就跑了？是你自己说的带我到香港去散心的，怎么一下飞机你就跑了？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到会馆去找你你也不见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做错什么了？好了，我们进去说吧，好吗？啊，进去说。董事长，天宇哥，我呢想通了，像你这种成功的男人，本来就应该是神秘的，对吧？蒋助理，蒋助理，有事儿吗？董事长，大家在等你开会呢。你先坐一下，有个重要的活。哎，不是说要开会吗？谁让你把陆兰兰带到公司来的？不是我要把他带公司来的，是他非要在门口等我。等你？对，是等天宇。周先生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董事长公私分明，从来不把女人带到公司来。那他现在不是咱们公司的形象代表吗？对公司也应该有更多的了解吧。是你要这么做，还是董事长要你这么做？哎，反正不管是谁让这么做，反正天宇已经明确表示了，他希望陆兰兰能够成为我的女朋友。
真的。我有必要骗你吗？那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？周先生，我给你个忠告，以你现在的状况，不应该找这样的女朋友。那你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？其实你这个人有很多优点，心地善良，人又聪明，还很有幽默感。你应该找一个能够欣赏你、发现你这些优点的女人。这样的女人已经有了。谁呀？你呀。你刚刚说的，我心地善良，聪明又有幽默感，你已经发现了我的优点了。可是，你会爱上我吗？你怎么扯到我身上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不是跟你扯在一块儿，我是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，我就是天宇的我就是披着天宇的外皮。你们这些出色的女人，谁会搭理我呀？一旦发现我是周英文，你正眼都不会看我一眼，更别说爱上我了。我坦诚地跟你说，我确实不会爱上你，但我会越来越尊重你。好了，去找你的朋友吧，他等急了。蒋小姐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这种情况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真的喜欢他？我今天发现，我可能真有点喜欢他。那我建议你先观察一下，不要急于投入自己的感情。如果对方只喜欢董事长的才是，恕我直言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我在减肥，你不用管我。我现在觉得看你吃东西挺享受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能吃了？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越来越神秘了。你这个人吧，有时候食量惊人，而且吃相也不雅。有的时候呢，又挑剔的要命，不合口味的东西一口也不尝。嗯，是这样的。对不起，今天让你见笑了。说实话，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不太习惯，我甚至觉得这人有点粗俗。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，真正的男人就是应该这样的，随心所欲，根本就不用去在乎别人在想什么，对吧？这样呢，活得才会自在真实。对，想吃就吃。如果对方只喜欢董事长的才是，恕我直言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嗯，如果你喜欢的只是我的才是，恕我直言，那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
佳怡啊，嗯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咱们要改行了。改行？不做房地产啦？不做了。咱们要进入一个更激烈、赚钱更多的领域。有比做房地产更赚钱的？资本市场。我要把在房地产上赔的钱再挣回来。佳怡，帮我一起做好吗？嗯。吃好了吗？吃好了。咱们走。一直看你呢，你不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先生，找您的钱。您慢走。哎，听这个意思，那个捷安集团已经走投无路了。那就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只要他们把地块清理干净，就能抵押给银行代收款来周转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，M 五地块炙手可热，老板对他也志在必得。哎呀，这个天宇啊，去上海看病好些天了吧？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这让人担心。我真挺想他的，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跟你说一下今天的工作安排：上午例会，中午请俱乐部的老板吃饭，下午呢参加华大经济系的座谈会，主要议题是整合中国物流行业。我看那份企划案改一改就可以做演讲稿了。你今天最后的工作是《成功者》杂志约了你拍封面，说最好在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光线最好，大概是6点到7点之间。夕阳西下。不太好吧，兆头不是很好。夕阳无限好，但只是近黄昏了，就好像我们时间不长了似的。不如拍如日中天嘛，博个好彩头嘛。想不到你还挺迷信的，太阳今天落下，明天还会再升起来吗？也是。赵先生，您看镜头。哎，您稍微侧一下，请您再侧一点。好，您笑一笑啊，再笑一点。嗯，就像您平时自信的那种笑。赵先生，您能不能不晃？好，谢谢，可以了。
进来。说，哎呀，是你呀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说，东西给你买了。太好了，无聊死我了。至于吗？这好不容易当上大老板了，还不好好享受享受？享受？刚开始倒是挺享受的，有的吃，有的住。看那屋，什么都有。哎，我现在怎么觉得这么没意思呢？我反倒想跟你一块住，我们俩一起住地铺，是不是有点犯贱呢？而且特别想吃那个牛不牛的拉面，哎，你自己去吃不得了吗？啊，什么吃不就得？吃能去吗？不让走。我现在感觉就像过去那个嫁到大户人家那个小媳妇儿，你随便要跑出去，腿给你打折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哎，叔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去吃，到时候啊，你坐在车上。我把热面给你端上去，你既不会被人发现，还能吃到热面，怎么样？哎，这倒是个方法啊。蒋薇要是知道了怎么办啊？咱不让他知道，咱偷偷摸摸跑出去，能行吗？肯定能行。哟，怎么都拆成这样了？是啊。停车！停车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。哎，那不大兵哥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下去看看。那你别惹事儿啊。放心吧。就是让你们没搬了，这会影响我们的工程进度的。搬不了怎么着？有本事你把压路机开过来压过去啊！就是，这得用法律手段解决的。法律手段也没用，法律也不能让人无家可归啊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们不是已经给了你们一大笔拆迁费用了吗？啊，就那几张小票子，啊，远远的不够呢。哎，别欺负我们不知道啊！眼下这些房子是翻着跟头都往上涨呢。是啊，对呀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在这儿盖房，那可是赚大笔大笔的钞票呀。就是啊。我的连流出都不够，做梦吧你们！就是。这你们的要求也太多了，太过分了。一点都不过分。哎，不给钱也行啊，让你们大老板出来，让他跪地下求我们。老板出来！大老板出来！让大老板出来！跪地下求我们！对对对！这片拆迁了，有的住户不愿意搬，跟开发商闹起来了。哟，我得给小王打个电话。这牛不牛一关张，这傻丫头不得失业了？真是太奇怪了 ，M 五地块的拆迁户突然又向简安提出了新要求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种事全国各地，到处都是，多了去了。小景市民一辈子就这一次发财机会，他们总得要点。哎，你们说的那块 M 五地块是不是就是我从前住那边啊？啊，就是那儿。哎呀，那是一条老街呀。那怎么到你们这儿成代号了？那条街可好了，那很多人在那儿。那生活了几十年啊，说拆就给拆了。他们不愿意搬，那是舍不得离开那儿。是啊，这些钉子户当然不愿意搬了，这回把刘立鹏给整苦了。本来以为顺顺当当的把地拆平了，抵押给银行，贷款救急。这回看他拿什么抵押，拿什么周转，除非凭空变出银子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对咱们来说是个好机会。就像有人在暗中帮咱们。大伯金真要有贵人相助，要发财挡都挡不住。哎，会不会是天宇在安排啊？我今天看见。看见什么了？没有，我没看见什么。我今天没出去。
久仰久仰了啊！姚总，我对您也是久仰久仰。请坐，走。张先生亲自到上海来，有何贵干呢？明人不说暗话。嗯，我专门来拜访您，是为了捷安集团那块地。哦，我一直想找一块合适的地段，重新建一座更大的大铂金中心，可惜一直也没有找着。M 五地块确实让我动了心啊！你也看上了 M 五这块地，好眼力啊！所以我想得到您的支持啊。您的信托公司是捷安集团最大的债权人，您说一句话比别人说十句、一百句都管用啊！你是让我给他们施加压力？我想听听您的想法。说实话。捷安集团呢，现在已经债台高筑，我也想赶快解脱，我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。如果您信得过我们大铂金，嗯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好人嘛。我们可以把地买过来，就算替捷安集团买一次单。捷安集团呢，现在已经没钱还贷了，又没有办法继续融资，一家公司。一旦沦落到这种地步，也只能任人宰割了，啊！苗总，如果您启动法律程序，对 M 五地块实行公开拍卖的话，您觉得会开一个什么价？那就要看行情了，市场经济嘛，价格随着供需而变化，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。我一个人可是做不了主的呀。这么多人啊，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呀？在这种场合，手拿相机面带微笑就行了。不认识他们，他们要跟我打招呼怎么办？不是有我呢吗？哦，赵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那边那个人叫刘立鹏，是捷安集团的老板。他就是刘立鹏。哎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想爱你，却害怕失去，想告诉你我所有委屈，真的爱你，我不想放弃，无法忘记你每一次呼吸，欣赏你，眼看你，却猜不出心中的秘密。不想你，不看你，却放不下爱你的情绪。我说爱你，为什么你不在意？难道说他比我还要适合你？我说爱你，为什么你承诺不在意？这美丽的爱情故事有我。
说爱你，为什么你不在意？说他比我还要适合你，我说爱你，为什么你真的不在意？这美丽的爱情故事有我没有你，这美丽的爱情故事有我没有你。